大家好，今天来化一个妆。这两天组织了一场秋游，化一个秋游的妆吧，然后又比较有秋天感觉的底我已经打好了，我不能以素颜示人，不然大家就会发现我其实是有效化妆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用的是什么打底，我用的是这个娇兰的干皮，用它特别的服帖。其实我还买了一个特别昂贵的粉底液，在这儿我就不推荐大家了，但是它提亮真的很好。我没提亮呢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个提亮吧。不光是这个 MAC 的，鼻子这儿打上，鼻头这儿打点，然后嘴唇这儿打点，然后下巴这儿打一点，然后脸这儿打一点。不光都打了，那就打侧影吧。我这么些年就没换过侧影，一直是这一盘。侧影真的太经用。其实好多人不都侧影喜欢这样子扫吗？我不是，我扫侧影就是得扫一个圈儿，我喜欢这样扫侧影。如果这样扫的话就会显得脸颊就是陷进去，然后我喜欢整体脑袋能小一圈，但是脸还是鼓出来，有少女感一点吧，所以我都不会往这里面这样扫，都是这样扫的侧影。我总结了一下为什么我化妆总是无效呢，可能是我眼妆不敢下重手的原因。我今天就来画一个比较重的眼妆，用这个眼影盘是卡姿兰的一个珠珠的礼盒，浅色的开始画吧。先用这个多画点就行了，然后用一个这个颜色吧，这个深色一点的涂中间部分加底下一点，就不大面积的扫了。然后画眼尾的部分，眼尾换一个小一点的刷子。咱们这个妆是秋冬色系的嘛，我觉得秋冬就跟棕色栗子色之类的有关，提色就用这个颜色吧。画眼尾，然后下眼睑也画一些，下眼睑拿这个颜色中和一下吧，专业了，两个颜色混搭。也给下眼睑这儿画一点，哇，太有效效了这个妆。然后提亮一点吧，用这个提亮，我还是用手吧，用刷子我掌控不好。眼下角，然后前面这儿用这个颜色提亮一下。是不是眼影画的还可以吧？然后画一下眼线，这个眼线笔是3CE 的，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，很细的头，出水也比较流畅。我就只画眼尾了，因为前面的我画不好，可能会毁了我刚刚画的眼影，就是给它延伸一下，也不用画的太长。那我加睫毛，睫毛是这个一飞冲天睫毛夹，我觉得我化妆这么多年，对加睫毛还是练的挺好的。我以前夹睫毛就会是一个直角，现在就是有弧度的，也可能是现在的睫毛夹都变厉害的原因，并不是我变厉害了。反正就是一支这种金色的，它的刷头很细，所以画出来就会比较自然，也不会有苍蝇腿。我应该只画半边脸才能展示我有效化妆，大意了，是吧？这个睫毛。下睫毛可以多涂一点，我觉得下睫毛漂亮挺重要的，可以掩盖你不会画下眼影的缺陷。现在眼睛就炯炯有神，因为我这个眉毛太黑了嘛，它本身就太黑了，我需要给它染一个颜色，就染这种棕色吧。染了棕色可能会跟我这个妆容更贴一些，现在眉毛颜色就会淡一点，看起来人会没那么凶。下一步画腮红吧，用这个 MAC 的土豆泥吧，然后这个它直接可以用手上，可以连着鼻子打一片，主要涂的位置就是黑眼圈以下，我忘记遮黑眼圈了。然后来画唇妆吧，画口红，这个妆其实就差不多完成。这个是那个 MAC 的995，然后这个是卡姿兰的，也是这个小珠的，看起来像一支铅笔一样。我先用这个打底啊，它因为它是豆沙色，颜色比较浅。哇，它是这种雾面的，好好看这个颜色，真的感觉直接抹这个就已经很日常了。用手晕开，用这个加深一下嘴唇的中间。哇，叠加也好好看。然后最后定妆，这个是黛珂的。
还有一个定妆的粉饼，我觉得很好用的 Bobbi Brown 的这个粉饼，我是看到别的化妆师也在用这个，所以就是得到过认可的一个粉饼。压一下，最后定一下妆，我整一下头发。行吗？有效吗？好看吗？这妆叫啥名啊？就叫秋日出游妆吧。我过两天就化这个妆出去吧。拜拜。